由丁汤主演的音乐剧《搭错车》巡演后获得好口碑，今年升级成旗舰版，将在七月份从台中起跑。这回的演出阵容也跟着升级，邀来罗美玲加入演出。只才一签约，罗美玲就发现自己怀孕，将带着身孕投入巡演，超怕惹怒唱片公司。这次音乐剧跑了一年之后再回来，我觉得那个心情上的波动很大，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动。我今天很想哭，因为我觉得这一路上其实我们去到了13个城市，因为每一场的现场其实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在现场，我觉得这个剧能够带给大家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在人生的一些收获上面，通过这个剧有更多的感触，让很多人那个身心灵的那个洗涤，让我们觉得还蛮感动的。身为就是喜欢音乐剧的人来说，就是搭上这一辆车，其实会觉得自己也很幸运，然后也谢谢你们让我沾沾喜气这样子。对对，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 一辆非常幸福然后好运的怀孕列车。我们前几天排练的时候，阿妹还说，就是迪的老婆说，因为任何就是如果大家有不孕的问题，欢迎大家来看搭错车，来看一轮，马上看一轮，应该回去就会有收获这样子。对，接下来应该加油，而被形容是加入爆量洋葱，看完会哭个不停的搭错车，在记者会现场也拉了两车的洋葱庆功，没想到却苦了男主角陈乃荣。在戏里面没有没有哭戏的，对，那你是不是要体验一下哭戏是什么感觉？好，你第一块是不是要带给我们的奶龙来吃？没错，对，没错，给他大块一点，好 ，OK 吗 ？OK 吗？对，那个眼泪有感觉要出来了吗？有，眼泪要感觉，眼睛已经开始有一点，有了哦。有，谢谢，还没，是不是？在我们戏里面有吻戏的有谁？请举手。你手都自己举，我也不好意思给。那怎么说？因为在这个戏里面，跟我的女儿有吻戏，你知道吗？亲了人家的女儿。对，我觉得还想跑。等一下，女儿，你这次给她切整块，大块一点。因为如果吃的很多洋葱，女儿你还愿意吻她的话，那就代表这就是真爱了。天哪！是，好，来，第二个洋葱。把张开吧。来，太小了啦。刚刚那一口太小，这是哇，怎么吃下去了？天哪！没有哭戏，但是有吻戏又有床戏的石君迈先生，第三颗请准备。好了，今天午餐应该还没吃吧？这样吃就吃饱了 ，OK 的。热吃哦。我们多吃洋葱，男生多吃洋葱对身体是不错的。好的，完全娱乐声音整理报道。